有鲍鱼耶，哇，小鲍鱼，这里还有一只鲍鱼窝，哦哟，这是吸的什么东西？这里两只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哦哟，哇塞，这个吸的好紧呀，三只小鲍鱼，个头还可以啊，收了。哎，你看这，看这个石缝里藏着两只鲍鱼耶，抠出来的。哇塞！哎呀，哇塞，这两个在这私会呢，在这里藏的地方真好啊，一般人发现不了的。收了。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哎，北京，你克星，你的克星又来了。我现在开始喜欢上石斑鱼了，一天不抓浑身难受。是的。哎哎哎呀，上了，挺回来呀，看不清。哎呦，出来了，小样的，别跑，你快追呀，别跑。你快点的，你废了，完了，哎，跑到这里你还能跑了啊？你跑到这里还能跑了啊？哎，漂亮，塞，呜，一条大石斑，哎呀，太棒了，哎呦，快点把它放桶里，我怕它再跑了。哎呀，嗯。厉害吧？厉害，有进步吧？哎呦，这个大螃蟹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呦，感觉不动弹了，怎么？哎呦，死了吧？死了，刚才上面还缠了一只八爪鱼。是吗？那只八爪鱼应该也死了。打仗了呀？嗯，搏斗了，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。刚死，看来是。嗯，这里可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收了吧，还能吃。哎呀，看这个石缝底下藏着一只大螃蟹耶！哦呦，哇塞，哎呦，哇，上手，老弟，好沉啊！我不行，这个螃蟹太大了，我不敢。我先把它夹起来，我再上手。哎呀，这大螃蟹好大呀！你，收了。哎，北京，你看，哎，小河豚，哎呀，一条漂亮的小河豚呀，哎呀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河豚，因为它身上这些花纹特别好看，而且那个鱼鳍啊，鱼鳍的配色也特别漂亮。哎呀，哎，不愧是学美术的，还配色，来哪儿去了？哦，让它跑到我手里来。嗯，看了吗？就是这么听话，看了吗？自己就跑到我手里来了。我怀疑是这是你养的。嗯，是吗？我在大海里养的。小花。嗯，要不然我们把它放了吧，这么好看。嗯，放回大海吧，也吃不了，有毒，咱也不会弄。嗯，放了吧，吃了再嘎过去俩人。回去吧，走吧。一定要记得我呀！你放这儿，他估计还得被别人抓。我们一会儿把他放到大海去，放大海里去。来，放回大海。走吧，小花，不要再回来了。完了，溺水了。溺水了。应该沉底之后他就游走了。走了。